迎收睇 RTV 嘅民间现场频道。你哋有冇觉得，就算每日抱住主流媒体嘅新闻，都系唔知出边嘅世界发生紧啲咩事呢？咁我哋就要自己出去报道啦。我哋民间现场每个礼拜都会带大家去到现场采访一啲社会政治嘅运动，又或者系一啲文化艺术嘅活动嘅。咁记住咯，如果你觉得主流媒体是 Q 大大是油捞饭嘅话，就一定要收睇我哋民间现场啦。而今日我哋就带大家嚟到街头采访一个开放音乐会。我认识有个工人，佢身边有间屋，但系政府收地要赶佢落嚟，仲话佢未够七年系新移民，冇权上楼要做林屋人。最近幾年就話傾嗰個即係 public space 公共空間嘅問題嘅，咁我覺得如果我要利用公眾空間，我要點樣用啊？但我係音樂嘅人，我係作為一個音樂人嘅時候，就做啲好嘅音樂，開放即係 open mic。我成個音樂會嘅模式就係話，希望俾到啲人咧聽到睇到啲。他們不是在啲大唱譜、大唱片譜揾到的音樂咧，揾到嘅 CD 咧，亦都唔係話喺紅館嗰種嘅音樂。花咗琴晚同埋今日晏晝都花咗好多時間去睇翻菜園村好多嘅故事啊！我寫嘅歌最初嘅時候就係講清拆嘅，就係講居民俾政府趕走。我覺得一路睇嘅時候，我自己心裏面好多共鳴，我好想去菜園村。每一個村民嘅故仔，你都可以睇到啦。其實每一個故仔都係一首好美麗嘅音樂，我覺得。希望大家多啲關心呢件事。希望大家會裝備嘅。如果是室內唱，其實個環境幫咗我哋好多嘢。佢預咗嚟聽你講嘢嘅，咁係會容易講好多咯。梗係街頭係一個挑戰啦，即係冇諗住聽你講嘅嘢，即係冇諗住人嚟聽你講嘢嘅人路過，突然間發覺你講緊有啲嘢好似同佢有關或者有趣嘅，咁我就要好捉得住呢個 moment。然之後吸引到佢，跟住繼續講咁。街頭唔係隨便就去咯，而係我真係有一啲嘢準備做。我覺得街頭做嘅嘢就會好聯繫住一個行動咯，可能係一個運動或者一個行動。首位局长级的官员林瑞麟将在这个星期五访问台湾。那么说起林瑞麟，在香港很有名，他主要负责的是推动全民普选，但是他的表现呢，让香港民众认为他只对北京言听计从，因此讽刺他叫林公公，他还有一个绰号叫人肉录音机。驚訝
教咯，即係台灣電視台會用呢啲歌，咁香港都唔會用咯。我同埋覺得我覺得街頭有個意義就係好多時候，即係我哋一啲唔係正式嘅，唔係一啲即係所謂主流音樂嘅表演者咧，即係佢哋通常都係透過兩個媒介，一係就上網啦，一係就上街啦，因為兩個都唔係主流媒體用慣嘅方法咁。因為啲人係唔使買飛咧，冇錢嘅人都有得睇咁咯，感覺上係。街頭就有啲好似直接同呢個城市傾偈嘅感覺，感覺係非常之好。但係一個其實係送俾香港人。香港，特別是經歷過殖民地時代的香港人。那首歌叫做《他》，關於那些歌詞其實都幾多人想問我關於歌詞的內容，但是即是我就想等一些聽眾可以看歌詞到自己去體會，我的也都 不想說消化了東西拿出來給人吃這樣。開放意思就是話咧，開放對耳仔，開放個 conditioning， 因為我哋 condition 咧就係聽某種嘅音樂。通常咧，我哋行嗰條街係唔會聽到音樂嘅。我要開放一樣嘢啫，即係話，如果我可以將貝多芬放喺街頭嘅時候，就已經好有，已經對我好有社會性。因為而家我哋喺邊度聽到古典音樂？喺邊度聽莫扎特、貝多芬？係音樂廳、文化中心。我哋大部分人好多，原來一半嘅人咧，唔單止係由於冇錢嘅原因，可能係由於價值觀仍然是不會想去聽，但是那音樂很精彩。我覺得文化中心做沒問題，但我也在街頭做，希望我做的事可以給到其他人一些刺激，就是我在香港灣仔做，你在深水埗做，然後我們再談這個問題。Bye.